吃饭了。爸，等一下，他们都说买不到我们视频里的这块腊排骨。没错，你们说的对。这块腊排骨我们已经煮了，你们肯定买不到呀。但是，你先请。但是我们家的腊排骨基本上都是这个品质的，上面肉厚脆骨多一点，下面肉薄脆骨少一点。爸，等一下，有朋友说我们拍视频光吃炒饭不吃白米饭，来换一下。